姐，尝一块水果，新鲜的。嗯，哎，看点菠萝，看点菠萝，很棒的。哎，买点苹果，买点苹果啊。你买不买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买不起吗？啊，尝尝甜不甜不行吗？水果不甜也要给钱吗？你都尝那么多了。刚才下令放弃追捕可疑人物，跑到金殿去了。是的，大人，我觉得是有蹊跷，所以在你顾丹丹眼中，这人的生命安全还不如钱重要。不是，是，我毫不怀疑你是个优秀的捕快，但是一个真正的优秀捕快必须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大人，我哎，丹丹呐、啊，关键是你还没有当娘啊，所以呢你才置人民老百姓的安全于不顾，鲁莽行事。丹丹呐、啊、不是我要说你啊，你都是二十有八的人了、啊、这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啊。我坚信只要你当了娘，你就会明白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生命更宝贵的了。丹丹，你挺着大肚子还挺好看的。哎，还真是。丹丹，你呀、啊、还是赶紧找一个男人，然后生个宝宝，尝尝当娘的滋味多好啊。看看，大家都非常关心你吧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当娘容易，但找个能当孩子爹的就难了。来，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不可能。你听我说啊，班头下班以后一天到晚还待在衙门里面吃喝玩乐，也不愿意回家，就知道他的婚姻肯定不太美满，对吧？那副班头呢、上班的时候还老是在喝酒，身体好不到哪儿去吧、怎么给他媳妇儿幸福呢？还有这一帮人啊，他们不管有老婆没老婆，老是到青楼里面找姑娘，你说说他们会是好男人吗？
丹丹，你这话说的就太武断了，你不能够一竿子就把全船的人都打落水吧？啊，这男人当中也有好男人吗？啊，那就只有高大人您一个了。可是，您已经妻妾成群了。嗯，所以我已经决定了。把我自己嫁给谁呀？哎，去！我的事业，我顾丹丹要成为历史上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、大唐第一女捕快。男人，那边是。这。谢谢。好，大哥，我们发财了。抓神农鬼！神农鬼！
包房都预定了吗？啊，都订满了。二楼啊，注意火候。好嘞。王仁，这块肉是新鲜的吗？少爷，是前天的。不新鲜了，换。啊？啊？什么？换？少爷，咱们水果不多了，要不我到老金那儿去买点回来？不用了，我去买。我帮你把围裙解了。快点把家里卫生打扫干净吧。卧龙镇，我的家乡。这里有最繁荣昌盛的经济，有四季分明的气候，也有高端原主的人文气息。每天早上到菜市场买菜是我最快乐的事情，看见满街的蔬菜让我心旷神怡，大家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是我最大的心愿。岂有此理，竟然有人为一个盗贼著书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吗？独孤子呢，这几年连番犯案，完全目无王法嘛。但是根据这本书的描述，是黑狼那伙人趁老百姓交税的时候纵火打劫，准确来说是独孤泽南帮助衙门抓捕了那些歹徒。可是税金还是被他偷走了呀。他竟然敢偷税金，这就等于向咱们朝廷宣战了。哎，你看是国家法纪如无物啊，是人民百姓利如草芥，这种人一定要绳之于法啊，杀一儆百。哎，最近我听说卧龙镇的班头得了重症，一病不起，衙门现在是群龙无首啊。不，新来的班头马上就要上任了。不过他初来乍到，我担心他很难独当一面呢。大人的顾虑也是应该的。所以丹丹呐，我想让你助新来的班头一臂之力。要我去卧龙镇？你是我高知方管辖下七镇的第一标兵女捕快，这五年来你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无数获得幸福的机会，为朝廷，为衙门，为百姓紧扼惩奸，屡建奇功啊。咱们白马镇在你的庇护下，那破案率几乎达到了100%呀。朝廷早就知道了。据小道消息，皇上说那要捉拿独孤泽南，除了顾丹丹不做其他人选。高大人，你放心。我顾丹丹一定不负皇上和大人的厚望，哪怕赔上我的性命，务必拿下这个恶贯满盈的独孤泽南。丹丹，我们看好你。丹丹，快下来吧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回去打点行装，即刻启程。当今皇上和我们都等着你的好消息。丹丹，这次一别不成功便成人。大人，班头们，后会有期，我先去休息一下。好。
赵大人，皇上也知道丹丹？哼，才怪！哼，皇上日理万机，他要是连一个平凡无奇的小捕快都知道，那我们这些为官的还怎么活啊？那，哎，丹丹呢？不是想做咱们大唐的第一女捕快吗？给他点幻想，他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嗯。哼，独孤泽南，这是我向你发出的最后一道黄牌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你。顾丹丹，是龙是虫，就看今朝。嗯，宝贝，回来！给，瞧你丢三落四的，待会衙门的饭菜不好吃，岂不是要挨饿了吗？啊，谢谢娘。还有，咱们不是说好，在外面不许叫我宝贝吗？娘一高兴，说溜嘴了吗？那你可要记住了。下次让别人听见了，我这个班头还怎么当下去？娘知道了，去吧，娘祝你旗开得胜，步步高升。少爷，万事要小心呐。我知道了，赵叔。人呢？你们好啊，小子，走错地方了吧？这是衙门，不是学堂。我找的就是衙门。丢东西了？没有啊。被打劫？也没有。那干嘛？我来上工啊。上工？怎么了？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是你们班头，我姓袁，小名叫志大。这是我的人民证。啊！我入屋里跟警员大人恕罪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我也是初来乍到，以后请你们多多关照呢。我去给大人倒茶，我这就给大人收拾屋子去啊。大人，您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准备午饭。喂喂，我还没说完呢。我娘已经给我准备吃的。嗯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本以为啊，新来的班头有点看头，没想到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儿。哎，看他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，还当咱们头，这差事咱还能干吗？跟着他呀，弄不好连我们的命都丢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咱们还是赶紧收拾东西，领猫高叫。没错，没错，走走。哎，听说新来的班头今天上任。我知道，上任了又怎么样？还指望他来保护我们？你的菜还合口味吧？过不了几天，这新来的班头肯定得找个借口走人。也难怪，每次卧龙镇出事，独孤泽南就会出现。这几年来，衙门对他一筹莫展。你说这差事谁爱干？不过我可是听说了另外一个消息。啊，什么？我听说了。啊，这里是衙门还是图书馆啊？啊，大姑，你有何贵干？谁是你大姑？叫谁大姑呢？我叫你大姑啊，你看起来比我年长几岁，我叫你大姑应该是尊称吧？你才是大姑。真是的，站在你面前的是威震白马金昌、黄鳝泥鳅、花甲白虎、卧龙七个镇，嫉恶如仇，屡建奇功。
白马镇衙门第一标兵女捕快杜丹丹，不是你大姑。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我是这里的第47任班头。班头？那我是班头，你是捕快，那我是你的上司，你就是我的下属。哎，你是班头，你这个臭小子敢冒充班头，你活腻了，活腻了。 我不是冒充的，我是。你还说，你知不知道冒充官员该当何罪啊？谁告诉你我是冒充的？我真的就是这里的班头，你不相信我有任命状。哇，大姑啊，我真的就是这里的班头。你还说？ 你放开我呀、啊！我呀啊！连蟑螂都跑到城里来，难怪一个区区独孤泽南把这里弄得翻天覆地。卖鱼，新鲜的大连鱼，买鱼。哎，这位姑娘，买鱼吗？这鱼从哪儿来的？啊，是从白马镇鱼来的。哦，蛮新鲜的。啊，买一条吧。啊。哎，姑娘，来买水果啊，尝尝啊，很新鲜的。多少钱？哎呀，你先尝尝好吃再买吧。谢谢你了，别客气。老莫，哎，这是外地来的姑娘。哎，老七，你不会是老牛要吃嫩草吧？我是怕嫩牛要吃我这棵老草。你说什么？来的好像是他要对你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走。嗯，奇了怪，只是一个寻常小镇。独孤泽南怎么偏爱在这里出没？先别暴露我的捕快身份，让我明察暗访一下，没准会有意外的收获。这个女人一脸自信，肌肉结实，气宇不凡，肯定是练过功的人。难道他就是那个新来的班头？这人形神倜傥，步履轻盈，眉宇间透出一股大侠之气。来招呼一下，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！卖包子！哎，就他！哎，姑娘，面生啊，不是本地人吧？嗯，初到贵境。哎，晚上参加我们的活动吧？嗯啊，不用了。哎，先别急着走嘛，来，进来看一会儿就拒绝吗？没事啊，还能来个第二春什么的？第二春，什么玩意儿？啊、哦，这第二春嘛，就是，看你这身打扮啊，肯定是个单身。没错，看你这模样吧，绝对不是黄花大闺女。看你这身材吧，已经当娘了吧？这么说来，不是死了相公，就是被相公给休了。趁年轻，赶快找个第二春吧。不要再说了，你们才不是黄花大闺女。我没有生过孩子，也没有死过相公。不嫁人不行啊，岂有此理！哎，别，那没准还能来个天赐良缘的好机会呢、啊。对嘛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对，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命运掌握在你手里，幸福就在你眼前。你们有完没完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不是你们这样的普通妇女。生了
原来他是捕快。那新来的班头，哎，公子，啊，你在想什么？哦，我在想新菜。新菜。喂，你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？还有，你什么时候相信我是这里的班头呢？干嘛锁着我呀？啊？你喊什么喊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冒充官员。喂，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相信我？你还嘴硬啊？信不信我马上把你送去白马站，到了那儿你就知道不是闹着玩的，随时会被判终身监禁，你这辈子就完蛋了。白马站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吧？那你什么时候放我出去，大姑？你这个人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，明天就送你去。哎，大姑，你别。这个女人孔武有力，无能应聘，真被她带走，你要怎么办？好，我承认我是冒充。终于承认了，说为什么冒充，说。哼，不说啊。我是凑巧，谁知道会碰上你啊。没错，所有作奸犯科扰乱秩序的人遇到我就倒霉。那你什么时候放我出去啊？好，在这儿好好待一晚上，明天放你。明天还想怎样？不给你点教训你会学乖吗？走。我女英雄姐姐大侠，你就放我出去吧，放我出去啊。搞了半天还是一个人都没有。姐姐，什么鬼衙门，实在太不讲话了。放我出去啊。谁？独孤泽南。第一天就让我碰到你，算你倒霉。人呢？什么味道？老金，人家都是年轻人来相亲，我们在干什么？芙蓉让我们捧捧场，免费吃喝玩乐有什么不好？咱们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免费，免费！哎呀，来了哈！快进吧，来了！哎，来吧！哎，老金，你们来了！哎，来捧捧场！太好了，里边请吧！啊，都准备好了，来来来，这边坐。哎，难怪芙蓉每次都指定在这里吧？你们俩来了，听说入场费一点不低。来来来，是。假如我是女人，我也会花血本报名，能嫁给少爷这样的男人，整整十年都值。真受不了你，你别胡说八道行吗？哼，没出息的东西，天天恶心我。走，招呼客人。走走走。你也来相亲啊？啊，顾捕快这么彪悍，将来谁要？谁是这里管事的？哎，我，今天是我们冠婚祭葬一站式服务站的相亲大会。对呀，刚刚我在追捕一个可疑人物，到你们屋顶的时候不见了他的踪影，我绝对有理由怀疑他走进了这里。可疑人物，什么人呐？恕难奉告，我要搜查这里。慢着，啊，我是说，今天是我们的相亲大会，这对我们的客人不公平啊！今天可是他们的终身大事。对呀，大事。不就是一群缺乏吸引力、
被市场筛选掉，前路茫茫，以为花点钱就能扭转自己的命运，来这里做一场春秋大梦，或者是退而求其次，胡乱挑一个所谓的有缘人，给自己一个着落，了此残生，雌雄动物的一场伪善的交易。你这算什么大事啊？难道你缉捕恶名昭彰、目无王法、扰乱民安的独孤？独孤，你说的是独孤泽南？独孤泽南来了我们家。那个一声不响把我们镇上所有人的税金拿走的那个独孤泽南呐、就是独孤泽南到我们这来干什么？停！事关机密，恕难奉告，但是等我抓到他以后，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完美的答案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应该好好配合。是你？哦，在下爱丁堡，是这里老板。刚才捕快大人说的话，在下都听见了。既然大人怀疑独孤泽南躲藏在我们这里，那就尽管搜吧。捕快大人，你闻什么呢？你身上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。我们都是开饭馆的，免不了身上会有点油烟味吧？不是，这种味道，说香不香，说臭不臭，很独特，很陌生。哎，是不是让闻闻？哎呀，是果香！哎呀，我也闻，是肉香。哎，好了，捕快大人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搜查这里吗？那就尽管搜吧。好啊，你店里除了这里还有什么地方？还有哦，那里，这边请。好了，不要花痴了，都回去吧啊，都坐回自己位置啊。来，你看这边还有这边。哦，前仆后居啊。这是我们艾家的传统。我爹说，当年祖父创立艾家小厨的时候，只是在家门口摆摊，但是后来生意越做越好，赚了不少钱，就开始扩建。哦，对了，你看那棵树啊，见证了我们艾家的兴衰。衰？嗯，我看你们家生意挺好的。我爹娘过世的时候，这个店曾经衰落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让它重振雄风。那我想你爹娘的在天之灵看来可以安息了吧。好了，我想我真的是误会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哎，捕快大人，你怎么了？有东西吹进了我鼻子。这间在下的卧室。哦，能进去看看吗？当然，大人请。他的步履怎么不像白天那么轻松呢？一定有古怪。哎，请进。大人请随便。好，我随便看看啊。没想到公子的卧室还挺整洁的嘛。平常都是朱姐来打扫卫生。朱姐这个人非常尽职啊，
整整齐齐，难得难得。啊，不错，他这个人真是好的没话说。都是师伯。嗯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推陈出新，与时并进，是我爱丁堡的座右铭。这个男人生活自律，积极进取，讲究卫生，怎么就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呢？嗯，肯定是在装蒜。难道公子没有什么其他的嗜好吗？哎呀，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在下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才让哀家小厨东山再起。如果稍有疏忽的话，随时前功尽弃，哪还有心思搞别的嗜好啊？听说男人都喜欢赌钱，因为能消除烦恼。小赌怡情，可是对我不管用啊。听说男人都很好色，色字头上一把刀。听说一醉能解千愁，公子就一点烦恼都没有吗？心烦的时候，我宁愿去创作新的菜式。看他一副诚恳的样子，不像是在撒谎。世上竟然有如此完美的男子。没错，人无完人。犯罪学纲领第三节第四则第二条附文说，一个看来毫无坏习惯的男人，往往有着不可告人的癖好，比如极度洁癖、自虐、偷窥、偷窃。偷窃，假设独孤泽南犯案为的不是钱，而是因偷窃而获得的快感，那我就有理由相信眼前这个人。哎，公子，方便上来吗？金大叔，上来吧。上来了。哎呀，捕快大人。嗯，秦魔有事想请教你一下。我？哦，啊，你们上来这么久了，一定是口渴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喝杯茶再说。大人，请用茶。劳驾了。哦，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公子，这杯是你的。金大叔，嗯，说正事吧。哎，刚才听到大人说正在追捕独孤泽南，我作为卧龙镇的居民呐，内心感到特别高兴。大人，别光听我说，请用茶。啊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公子别客气啊。啊，好。哎，我老金呐，20多年前落脚在卧龙镇，可以说是这个镇上的老街坊啊，亲眼见证他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变成今天这么繁荣昌盛，老百姓都安居乐业。大叔，你到底想请教我什么？哎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除了感谢上苍庇佑，也是全靠朝廷管制得宜，所以就算每年让我缴纳几百两税金，我都绝无怨言，心悦诚服。但是这次啊，独孤泽南抢走了我们的税金，大家心里真是很难过，所以我希望捕快大人能尽早缉拿独孤泽南，把他绳之于法。懂？大人，大人。哎，金大叔，他懂。嘿嘿嘿嘿，懂懂，大功告成。过了今晚，你们两个就应该感谢我喽。哟，哈哈，蔡公子，你就爽了，今晚你就洞房花烛，难为我在这儿吹西北风。不怕不怕，我保护你啊。好热，好热，我也热。啊，水，我喝水。我来帮你。梦中的你和我相伴相伴。
我不敢触摸这张网，害怕记忆四处流淌，冲动的爱匆匆忙忙，哭过要自己尝。我不敢触摸这张网，如今何必再去伪装，浮萍无根花再美也比不上点点茉莉香。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为什么幸福偏偏藏在回忆里。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为什么爱情偏偏若即若离。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为什么幸福偏偏藏在回忆里。我还爱着你，永远爱着你，梦中的你和我相爱。